稲葉探偵事件ファイル No.3 始め。哦，干什么？哦、啊，作者说这是系列最后一款，系列做的最后一部。对，我总觉得这种不太像侦探事件啊，这怎么看像灵异事件？啊 ，ROE 小葵嘛。稲葉様、このケーキ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。啊，那个稻叶大人啊，这个蛋糕好好吃哦。哎，我记得 ROE 是第二部的一个妹妹嘛，我记得 ROE 是第二部的，就是事件里面的那个小女孩。啊，这个啊是昨天啊有村啊做的蛋糕。嗯，啊有村姐姐好厉害。叮咚，谁啊？嗯，谁啊？哦，阿卡内，哎，这也是第二部的啊，这都是第二部那几个人啊，这也是那个阿卡内啊，小倩。那 Kuni wa ruga da wa ne 啊，拍谁啊？不好意思，突然来打扰。Aoi iko ni shite da， 那小葵有没有当好孩子啊？嗨，もちろんです，当然喽。Iko skiru kudai da， 嗯，超级好的好孩子。Yokata， 太好了，来，这是委托费。嗯，委托费啊，别这么说嘛，啊，怎么说啊？这也算是工作，虽然没有跟你提。来来来，拿。对啊，你就收吧。哎，你都这么说了啊，我也不能不拿啦。为什么小葵跟你讲话就这么老实？你该不会……才不是，没有。对啊，看那跟管家暧昧那个，没错没错，才不是啊！其实你是萝莉控吧？不要骗我了，伊娜吧。嗯，那一哇，塔斯卡达，总之帮大忙了。现在啊，我们家也是乱七八糟，大家都很忙。那之前啊，都是麻烦那个阿志死，就是子啊，帮那个来照顾小葵。所以那个子，我记得后来进监狱嘛，因为就是他犯刑的，所以他应该就进监狱了。啊，この程度の依頼いつでも受けてやる。那这种程度的那个委托，那、啊、随时都 OK 哦。啊。Aoi mo Inaba sama do ishoni iru no tanoshi desu。那小葵也觉得跟稻叶先生在一起很好玩。那nazo nazo deshite mo tari 啊，就是nazo nazo忘记什么意思。他说反正不知道玩什么，然后也一起读故事书。哎，好意外，我还以为啊你是不擅长啊应付小朋友的那种人呢。嗯，以前啊，那、啊、在处理有村的那些事情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以前，嗯，你们小时候就在一起了。嗯，话说回来啊，你们一直在一起，什么时候开始雇佣助手的、啊？什么时候？嗯，他啊帮我助手，大概是差不多七年前了吧。七年啊？哎呀，这不是一直在一起吗？嗯，他啊本来是家里的独子，因为爸妈都在工作，常常一个人在家里。那个时候我就常去照顾他。哦，就这样变为助手了。不对啊，这种故事发展应该是变你老婆，怎么会变你助手呢？那松那多克罗达，算这样吧。嗯，でもこのままずっと一緒にいるつもりなの？可是啊，你们之后就一直在一起了，不是吗？それは那个嘛，嗯，你一开始啊把他雇佣当助手的理由，应该是就是为了照顾他吧？可是啊，人菜已经也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喽。啊，你差不多啊，也是要让他考虑一下他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了吧？对，民俗学者一对坐，不要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如果去什么地方玩，我最不要扯上的人就是民俗学者，从来不会有好事。嗯，那虽然这也不是我能在我这个外人在外面说三道四的事就是了。多利爱子啊 ，Q 啊，塔斯卡达哇，所以这样啊，总之今天帮大忙了，拜。嗯，谢啦，艾瑞贤啊。走了，嗯，有村的未来吗？嗯，话说回来啊，有村的家伙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应该已经放学了吧？打个电话好了。对，民宿也就是炮灰没错。叮叮叮。もしもし啊，伊那巴桑，哎，稻叶先生吗？喂，お前今どこにいるんだ？サボリが，哎，你现在在哪？偷懒呢、啊？几个伊玛斯哟？才不是啦！啊，我到了一个啊巴士站附近的房子。啊？你说那个旧房子吗？你干嘛去那边啊？喂，你的脑子是不是终于坏了？
そんなわけ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。怎么可能嘛？それより大変です。不得了了。今目の前で人が死んでて、有人死了。なんだと？什么？总之，道爷你也赶快来啦！我要赶快离开这个房子，那边有。有村，再打一次吧。完了，亚贝，超亚贝。切，怎么没人接？啊，话说巴士站的那个房子，好，赶快去吧。哦，开始了，不得了了。啊，盗夜篇，哦，好帅哦。还多少？他身高多少？大概172、173，对吗？你看是不是跟爹有87、8像？对，这游戏怎么存档？我有点忘了。哎，这游戏不是自动存档吗？哦，现在的就是要去接有村哦。OK， 哎，这游戏怎么存档？我忘了。所以应该不是自动存档。好，冰箱里面啊有有村做的蛋糕，啊，洗得干干净净的盘子啊，琉璃台。还有最新的什么 IH 啊，应该是那个叫什么电磁炉，我忘记之前有没有即时存档了。其实坦白讲，我忘了。对，好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即时存档，我都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一定会有什么追逐战那种。好，去房子那边吧。还不行，赶快再检查一下，有什么东西没拿？这种时候会不会房子有什么关键？一开始就要拿的关键道具？我的外套，不行。好，把盆栽带着好了，看到坏人可以把它敲爆。好，不行。没有东西可以拿，好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咖啡，喝杯咖啡再走，喝了再上。哦，之前有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那我就记得，那没错。好吧，走吧。哦，啊，热死了，总算到这个房子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还是觉得很奇怪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正常人哈，你们不觉得正常人现在的举动应该是打电话给警察吧？对不对？我问你，如果你们今天有一个朋友，或是有一个助手，或是一个什么人，他们打电话跟你说，哎，我在这房子里面前面有尸体，然后啪地电话突然挂了，你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打给警察跟你一起去吧？怎么会是自己一个人行动呢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嘿，有专案，对我真的觉得这些人的思考模式，真亏你还是一个侦探呢。这种时候应该是叫警察跟你一起去吧，都已经有尸体了，就算不是你，大不了之后付个出警费啊，这很奇怪啊！啊，禁止进入，你随便进来的话，发生一切事故都不负责任，株式会社叉叉不动产。话说这其实不是恐怖游戏，这是一个侦探游戏，理论上是这样子。啊，别人的家还是不要进去。哎，不能去，好去找有村吧。哎，这。不是，这些游戏的思考模式不合常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Kokoga，这里啊，确实以前有村有来过呢。而且你不觉得这房子看起来就很奇怪吗？哎，小时候的有村呢？伊那巴桑，口技ですよ，早く，快点！哎呀，小时候有村好可爱哦。小时候的道业还是很鸡巴。わかったから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别跑。好啦，你看很大吧？我们去里面探险。探险？你来，伊那巴桑，哎呀，快！好，我知道，别拉。哎，以前呐、啊，这家伙就是乱来。哎，ちょっと、おかしいよ。哎，これおかしいよ。本当に探偵ゲームなのろ？真的是侦探游戏吗？这怎么看都是ホラーゲーム的开头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进去，我要逃避现实，拜。为什么我要逃避现实？我不要进去。有狗洞，我要钻狗洞。好，算了，进去了，不然了。哇，好暗！有没有啊？啊，有了赖打啊！里面呢啊，也破破烂烂的。不过啊，房间的配置好像没什么变啊，内装倒是有改。嗯，确实啊，有村探险之后，后来有个外地人有搬进来才对啊。然后有村的家伙还说，因为可以游乐的地方变少了，还很生气。哇，広い，好大！
我比我想象的啊还要乱七八糟呢。喂，有村啊，小心哦。啊，那边有楼梯。好雷哦，小时候就好雷。哎，我不是说你，哎，算了，等等。之后呢，就追着有村上了二楼。咦，法国娃娃怎么这种地方有？啊，法国娃娃是存档点，有张纸片。好，3月26号，今天开始搬到了日本。啊，因为要跟爸爸啊，就是要配合爸爸的工作。之前呢，啊，幸好之前有一直学日文课。啊，真好，真赶上了。早点去日本学校吧，要交很多的朋友哦。嗯，话说这是小朋友的日记吧？嗯，是之前那搬家来这里的家人吗？总之先拿着吧。来到了，那3月26号的日记。哦，日记全部有18个，它可能会有一些解谜的提示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这些解谜游戏的高手，对不对？哦，伊娜吧，帅，锁上了。放心，没事。哎，门开了，那会不会是有村？看一下吧。哎，七浓尼欧血的味道，难得空都黑啊！这房间是……哦，冰箱不会动啊，里面是空的。架子上有东西拿不？哎哎哎！哦，嘿，踩爆你！哎，日记嘛。啊，我那个水到，我那个水要肚子饿了，肚子饿，肚子饿，肚子饿了。那那口的话，这什么？12月1日的日记，而且我印象中设定上来讲，我记得伊娜巴好像是有点怕鬼的。口的话，你这是肉，为什么废墟会有？哎，打怪叫警察啦！牌子上还有血，这个警察有那么困难吗？我不懂，怎么上了？要去拿那个东西哦，看来我宝刀未老。靠，哎，好，有了有钥匙，仓库的钥匙，物品会道具自动使用。OK， 看来我没事。好，等，为什么手机的声音？我不是我的，拿来的。先存档。这种游戏不管发生什么事，第一件事存档就对了。这不是有村的手机吗？啊，还好没换。哎，声音是……哎，干嘛？我要接点灰哦。这个……哦，不是他的，他手机坏了。哎，苦雷哥啊，这就是有村说的尸体。哎，他是和有村同个学校的学生，看来是尸体上面的手机响了。哎，安安，哎，挂了。誰がいるのか？有誰在吗？啊，ダメ、ダメね。啊，まずそんなに、啊，まずそんなに多い。什么意思？啊，过来了。まずいのは嫌い。啊，麻烦的是讨厌。まずい，哦，难吃的东西，讨厌。啊，哦，妈了，一开头，まずい，你给我走，逃。还好我受过抓狂警护的专业训练。抓抓抓抓狂警护的专业训练，抓狂抓狂啊！为什么？女人为什么一开门就直接来一刀啊？气死我！哎呦！不过看来这游戏最难追逐战也就是这样了吧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下面有个东西可以拉了。哦，我看到下面有个东西可以拉了。挂了。誰？哎呀，不会啊，你看这个速度没有问题的啦，只要我认真起来。嘿，看到没有？啊。要去逃去哪呢？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我也这样觉得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搞定。哎，哎呀！見つけた。哎呀！
太天真，太天真了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不是，其实躲柜子真的很作死吗？躲柜子，你们真的觉得是很作死的事情吗？好啦，好像仔细想想也是的，躲柜子从来没有成功过的，那就是这个啦，这个宝箱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宝箱看就很安全，一定不会被发现。呵呵，看来回到一楼了，暂时先不要去一楼好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箱子里面有个钥匙，地下室的钥匙。哎，怎么？お腹すいたな，肚子饿了。啊，お母さんもお父さんもまた帰ってこないかな？爸爸妈妈还不回家？哎呦，小小的人才好可爱哦。咕吱咕吱，哭哭。嗯，不能哭。妈妈跟爸爸都在努力工作，我也要努力啊！我要来帮忙扫下力，然后做饭，要帮帮爸爸妈妈的忙。不能哭，可是好寂寞。嗯，嘻咕嘻咕，哎，是谁在哭呢？